大陈岛位于浙江东方海面上，由29个大小岛屿组成，总面积不到15平方公里，很多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的位置。这个小小的渔乡一度举世闻名，它是国共战争中国民政府最后失守的岛屿，从此中华民国只有台澎金马。1955年2月5号，战事不利加上美方施压，大陈岛18000多居民全数撤离，由美军第七舰队护航抵达另一个岛屿台湾。仓皇离家之际，大陈人还以为这只是暂时离开，不久就会重返故乡。50多年过去了，这些人始终没有再回去，而是在这个岛屿上群聚生活，建立了一个个新故乡，新的大陈群岛。他们从家乡带来风味独特的食品，传统的工艺技术，让岛屿上的新住民找到乡愁的寄托。大陈人兢兢业业，以一身手艺开创新生活，融入新故乡的同时，也为台湾带来新的文化冲击。我们仿佛闯进了国境之内的异国，看到了50多年前离乱动荡的大时代，看见一群较晚登岛的异乡人，从随时准备回乡到渐渐安顿，然后慢慢沉淀出耐人寻味、值得咀嚼再三的独特风情，在台湾的大陈岛。和台北市只有一水之隔的永和是台北的卫星城市，但是这个卫星却很有自己的风格，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4万人，出产卖到世界各地的豆浆烧饼。作家王澜跟陈继莹住过永和，画家杨三郎是永和人。此外，这里还出产名声赫赫的黑道帮派，外地人其实不担心黑道，这里是个颇有文化的地方，要担心的是蛛网密布、让人如入迷宫的小巷小弄。小巷弄中有个特别的区域，那里的人口音奇特，空气中散发着迷人的食物香气。那边都过年刀，不吃年糕了，我们就年糕嘛。那台湾没有生活不好，就生活不好就吃年糕。那来台湾这个生意好不好？大家吃就好吃了，好吃了就回来买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在买，其实生意很好。你这样子一天要做多少个年糕？这个看时间，一天差不多做了几千斤了。几千斤啊！哇，那以前没有机器，用手工的吗？手工做的。要怎么做嘞？以前就是用这个来做年糕的。对呀、啊。这个是什么器材？
这个是石头的。石头，石头这样子敲不会破吗？不会破，不会破。我们天天敲，那一行就不会破了。就不会破。你外行的来敲，这些都从外行的敲来敲破的。这都不小心敲破的，我试拿看看好了。哦，你拿得动吗？应该很轻吧，我想。很轻是不可能的。不行。你怎么敲的？这样吧，你敲给我看，你看我都流汗了。你要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子拿。这样子打下去。这样打下去。Yeah, 这样拿起来打下去。为什么看你拿得很轻松啊？我这个力气比较打怪了嘛，把那个年糕倒下来。把年糕倒下来，一次要倒多少的量呢？这样子呢？这样差不多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它这个为什么要沾水？水不会粘住，才不会把这个米粘在上面。来，来去，压不压？好，先压一下。那你手下去倒了。北北，你是负责帮忙翻的吗？对。是要先看好北北的手起来了，才能再放下去，对不对？不过这个窍门的，不是这样随便。有窍门的。什么都是窍门。你的手还要沾一下水。不舒服，不痛，这个东西很痛的。很烫的。你要熬很烫。那要敲多久啊？敲二十分钟。二十分钟，好，我试试看好不好？好。再给他试。那你要小心哦，他没管没管。你的手要小心啊。没管。要看我好，我会看好的。对，你敲敲。敲。你不要管我，你自己，你做你的事啊，你敲。我做我的事，好。对呀。没有力。那就切切。哎，你做你的事，我做我的事。你做你的事。耶，这样够不够大力？切。你不够，哪里够？这还没有进度啊！我敲门过，慢慢来。嘿。你手不要碰到石头。不是，你就你，可是你北北，你为什么都不翻呢？不翻，你这个太低了，我不能翻。这很危险的。因为我的球放下去没拿出来，你都敲下来。好了，不错了，不错了，不错了，也不错。不错，我今天来，那个大哥，好累啊。我放我接。换你，我那天最多敲八下而已。最多敲八下。最多敲八下。这个最高纪录可能就是我保持的。真的吗？你这样子可以敲几下？连续打九针。九针。声音听起来就不一样，真的，从小打到大，天啊，可以了吧？你这样子可以了吧？这样，哇，所以这样要打二十分钟，这个对，打到好为止嘛，打到它是整个很紧实的吗？所以这古早做法跟现代做法就差在这里。这样可以做几条的？刚刚你们做的那个这边啊？对，这里面的话没有几条，没有几条啊。只有差不多，所以以前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在十条左右。那现在做的这个量啊，跟以前比起来，大概差多少倍？你们有没有计算？差十分之一啊。差十分之一哦。对啊。等于多十倍就对了。对啊。哇，以前做可能做一天一百个，可是现在一天可以做一千个，对不对？对，差蛮多的。差很多。大哥，那这种打出来的口感跟现在的机器的口感有什么差别？现在的口感呢、那已经慢慢研究出来的话，因为我们在敲的话，周边多多少少还是会有打不到的地方。那现在用高压压出来的话，比较均匀。就跟我们练陶土一样。反而是现在的口感会更好喽。对。好，再让我打打看好了。好，加油。好，加油。去穿一下，他们穿的。去穿那个哪几年？笑的。啊？笑的。没有声音，没有声音，声音都不一样。小心一点，他这个很，他小姐，我已经使出我全身的力量。不错了，不错了。MIT 台湾志记录过赛夏族和泰雅族人做小米麻薯，过程大同小异。都是用木杵捶打蒸熟的小米，但是这种挥动大石捶打米饭的动作还是第一次看到。我们娇小柔弱的体验人再怎么努力，都像娃娃耍大刀，怎么样都挥洒不开。这种传统做法现在很少见，就连周老板一家也改良制成，越来越少动用这些文物级的设备。虽然做法有少许改变，
但是周家人对于做年糕的米还是很考究，据说得混合三种不同产地的台湾米，经过适当的调配，才能做出口感结实、气味芬芳的大陈年糕。这可是周家的家传绝学。哦，学好学，怎么的？就这样。哎呦，好香哎！这样就蒸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哎呦。这个这样一笼蒸要蒸多久？大概蒸3到5分钟。这么快就好了？这个是用什么做出来的？蓬莱米，吃饭的米。吃饭的米，可是为什么不去挑糯米啦，或者是？对，口感啊。口感。像糯米有没有、做起来它就很像麻糬。嗯。麻糬的口感就比较黏。太黏了。对，那像吃饭的蓬莱米，它磨成浆再压干变成粉的话，它比较带口感，这样有嚼劲吗？算不算有嚼劲？可是像你们是大陈的年糕，可是又有另外一种是宁波的年糕，吃起来的口感有什么不一样？应该是地方叫法不一样。然后另外我们这边的话，是像水磨年糕，就是它是用水泡过，然后磨成浆再压干。磨成像这样子，然后再压干。这大概要多少的量？大概3瓢。3瓢。民国44年，大陈岛撤退，周伯伯带着一对儿女，在美军第7舰队保护下来到台湾。50年过去，靠做年糕养活一家人。现在则是儿孙都上场一起做年糕，一家人忙得不可开交。他们做的大陈年糕其实和宁波年糕略有不同，差别在宁波年糕还会加一点糯米，大陈年糕完全是用蓬莱米制成，重口感。个头也比较大。呀，做记号，翻面，做记号。好啦，这就是我做好的大陈年糕，有没有合格，贝贝？合格吗？差不多，就这样子。差不多。你感觉刚刚给你做做都不好。贝贝做的比较好看了。还要再修正一下。那妹妹这样子可以直接吃吗？因为它有蒸过。可以。可以吗？那我来吃吃看好不好？可以。这样吃 QQ 的。QQ 的，哇，你看真的很有弹性，你看。哇哦，很有弹性。好特别的口感哦。对。很有嚼劲，很像在嚼口香糖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很有嚼劲，非常有嚼劲，而且。好香哦，那个米香，这个就是很特有的大陈年糕，很特殊口味的，因为这是在大陈岛才有的，现在到台湾来也可以吃到。你吃，我吃差不多了。好，我吃。天天吃。天天吃几年了？50多年。50多年了，贝贝。年糕除了可以炒之外，还可以怎么做？有什么做法？蒸的年糕，还有呢？包起来，包什么？包猪肉。包猪肉。猪肉那个萝卜、豆干都可以包，所以可以炒的、煎的。那这个炒的一个，哇，这也是大陈的吃法吗？对，有加看香菇，然后加蛋，香哦，加蛋，然后有加什么笋子吗？笋子，然后还有猪肉，肉丝，猪肉对不对？对。还有加樱花虾，樱花虾，好，
重点吃了很多进去之后配，一定要配一个年糕。可是很少能吃到这么 Q 的年糕，对不对？这个很有嚼劲，很 Q。整碗给我了。你们每天都吃这个吗？对，哪里没有？因为做年糕是。差不多不一定了，很久吃一次，很久吃一次，一个礼拜至少吃一次。所以你们都是全家一起做，一起做，儿子、修媳妇、还有婆婆也跟着一起做，孙子、分工，对不对？我刚才看到有揉面团，有的是把面团切过来，这事很多啊，厨房啊，厨房搓的、上的、进上，真的。大成年糕吃法很多，但四五十年前吃得起的人不多，周伯伯得挑着担子到阳明山一带卖给当地的富人。如今大成年糕不再是有钱人才吃得起，而且无论南北省级都知道它的美味。时代的离乱改变许多人的命运，也丰富了台湾的饮食文化。永和市原为平埔族原住民秀朗社的故址，位于台北盆地东南一隅，和台北市以新店溪为界，成了台北市人口疏散宜居之地。民国47年由中和乡分出，改为永和镇，发展迅速。民国68年升格为县辖市。选了这一双紫色的，我最喜欢这双紫色，因为我觉得它绣工很细，感觉很漂亮，这颜色我也很喜欢。其实很多以前大成人呢，不管是男生或者是女生，都会做这种绣花鞋，男生也会，其实很不容易哦。而且这边鞋的样式非常多，有绣亮片的，有绣珠珠的，也有绣花的，不妨来选一双吧。大成人跟着政府撤退到台湾，他们来得晚，也不像其他外省籍人士多有军公教身份，更不能像在家乡那样依海为生，只好拿出各式手艺讨生活。这些精巧的绣花鞋是早年闺中妇女都得做的手工，大成人把它发扬光大，规模化量产，满足侍女的爱美之心。爷，你来台湾多久了？50几年了，民国44年，44年大家一起撤退来的嘛，都是同一批的。对，那奶奶也是一起从大城过来的吗？不是，她在台湾出生，台湾的，台湾人就对啊，台湾人。那爷爷是大城人，那奶奶是台湾本省人嘛？对。那你是哪里？台湾哪里？彰化。彰化。溪湖。溪湖，那怎么从那么远可以认识到的呢？啊，伊伫宜兰啊。宜兰，那你去宜兰玩吗？不然怎么认识的？伊在台北有识啊。什么人介绍的？一个福州人。福州人。福州人，福州伯介绍的吗？做鞋介绍的。做，嘛是做鞋啊。做鞋。皮鞋。做皮的，这是我们做皮。伯伯以前会绣花吗？不会绣，这个绣花专门有人，我姐姐会绣啊，这个专门找人家绣。那一开始是做皮鞋，后来才是做到绣花。对啊，一个朋友到美国去了，那工厂怕好啊，交给我们做了，就是开始做到现在。他40年才做的。40年。那个时候做的这个都是外销吗？还是有国内有外销？台湾也是有。日本做日本，珠子像绣珠珠串珠的那种手工的。这个珠子的，那个是都做这个珠子的。会不会觉得做这个很辛苦？因为工很细哦。这张维龙。就嘴变干哎，然后很多工吼，工资很大。那北北是负责什么部分？我是做下一部分的。下一什么？下一部分我们边为边，变鞋子，跟他那个一样。哦，做这个底。
对，底的部分要敲敲打打。整个的，这个整个的，那上部分是它专门贴在这个车子上面的，我们下这边底下的这个部分的下部做，所以你自己就是敲敲打打，自己完全手工做。对，大量最大量的到什么时候？多就几双，几万双有。上，因为一批进来的时候，你好像一千双、两千、三千双。要合同写合同给人家做的、奶奶自己有没有每天就换不同的鞋子穿？有喜欢这一现在穿这一双，然后等一下穿那双，有没有？有这个好穿啊，便鞋嘛。便鞋通常都是可以，也可以穿出去户外。可以、这个是就是这个回家穿的、回老家穿的、因为这种是比较对特殊的特殊的鞋，为什么它要在底下绣花？因为这样不是会踩脏吗？不是，这个要回家穿。躺在那边了，你还要叫他走？回家穿的皮鞋，这个贵嘞，贵，这一双多少钱？600块。600块钱。我了，我拜拜五的，拜拜这个大嘿。他为什么要绣这个、这个就是寿字。我前个不要拜拜吗？莲蓬的寿鞋，对不对？就是人往生的时候在穿的鞋子。对。难怪会底下绣这个花，对，好，所以这种的话就是平常可以户外穿的，穿因为我刚刚看了，我都觉得我好舍不得穿在外面，怕它脏掉了。这种应该可以当下雨穿就好了，这布的东西它会湿嘛，因为不防水嘛，所以不能下雨天穿。因为我就觉得很珍贵，那个爷爷奶奶很用心的在做这个鞋子，所以就觉得说应该把它当成是居家鞋在穿，穿出去舍不得。可是其实这配衣服也很好配，对因为爷爷奶奶的款式很多，非常非常多，所以有时候我穿的牛仔裤就可以穿不同的。这款太好听，这款差不多了。差不了就好看、一个人一个人对搭配不同的衣服颜色然后去穿，我好喜欢这双哦。可以啊，这双多少钱？现在好多钱啊，好多钱，300，以前是280了，立刻买毫不犹豫。280已经做了大概6-7年没有调过价钱，所以现在东西都涨了，没有办法，布料涨价了，我们进了的材料也好、布也好，各方面都涨、所以涨了20块钱。爷爷奶奶认识多久才结婚？他有半年才结。半年？这样算紧还算长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半年。有冤家过？有哦，天天冤家哦。怎么吵架呢？一个讲大城话，一个讲台语，怎么吵？开始是讲国语的，国语。后来拢讲唱我讲台语。台语我听无啥有啊，听无啵？有啊。怎么听不懂？那奶奶听得懂大城话吗？听无不要讲。哎呀，这个学不进去的，3-4年了。爷爷奶奶结婚多久？50年。50年啊？有几个小孩？4个。我想你。好吧，做新妇。汪牧师这样子是跟爷爷抱一下啦，好不好？跟爷爷抱一下，快点，快点抱一下。好的。这一双双精巧的绣花鞋是大臣先生和台湾太太结合的产物，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因缘际会，不但把大臣的技艺传承下来，还用这一双双鞋把孩子拉拔长大。早年来台湾的官家太太、演艺界人士都是穿他们造的鞋。于伯伯得骑着摩托车送货到台北县市各个知名的绣花鞋店。如今绣花鞋也许不是那么多人穿，但是仍有死忠的拥护者，不时购买这些不退流行、价廉物美的鞋。大臣人的手艺为自己挣得生存的空间，也让那些品味独特、怀乡念旧的人走得踏踏实实。新店溪是淡水河流域的主要支流，流域面积约900平方公里，上游主流南势溪发源于七兰山，流经乌来，在龟山与北势溪汇合，再经曲尺直潭新店景美到江子翠与大汉溪交汇，形成淡水河，全长约82公里，水量丰沛，水质颇佳，是大台北地区重要水源。
姐，你这个绣花做多久了？做几年了？哦、做三十几年了。三十几年啊、嗯？那你当初怎么会接触到做这个绣花？以前刚结婚了，还没小孩，嗯，啊就没事啊，就看人家做也拿来做，打发时间嘛，嗯，还有钱赚。又有钱赚，那是谁教你做这个绣花这个工作的？看邻居做啦。嗯，啊，我老公也有教我。先生是大成人，本身就是大成人，所以他也会做这个绣花。他也是看妇女做，他也会。像这样子做一个做，要做多久的时间？差不多25分吧。因为我看到他现在是一片布嘛，在上面，对不对？嗯、那你做完之后要怎么样剪下来？做完啊，里面有差不多10双、12双，啊，要一边做一边卷进去啊，这个。上面做好的话，要盖一层薄薄的布盖着，是你压下去哦，这个片才不会歪平掉。比对一下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嗯、没错嘛，压在上面这样子是一双，它是不是这样子照着这个布剪下来？对对对。哦，那像你们以前这样子做一双，大概有多少工钱一双？以前比较便宜，现在、嗯、现在越木质抬高哈、嗯，有加。以前刚开始十几块。十几块钱、嗯，那像这样子，总共要几个师傅才可以完成这样一双的鞋子？大概3-4个吧，一个做里的，一个做底的，嗯、啊，我做面的，做面的，最少有的做里，内里、啊、车内里、嗯，还有车这个布，所以要4个人才能完成这样子一双鞋子。3-4个，我看你绣很快耶，你有去算过说哦，这一排要多少个珠珠，那一排短比较短的要多少个珠珠吗？刚开始有啦，现在都不用了，差不多。凭经验，对不对？凭经验吼，所以我觉得自己穿上这种鞋子，很像以前那种感觉，裹小脚，有没有穿绣花鞋？哦，以前我那个我先生的奶奶哈，嗯，就裹小脚，嗯，啊，以前那个鞋子哈比较高一点，又高一点，又不太一样，啊、因为它绑起来这个肉会凸上来，嗯，他、嗯、眼睛看不到我，他教我做给他穿，他教你怎么绣吗？对，哇，可不可以教我绣嘞？然后你再抽往下面抽上来，有没有很笨？同样的地方穿上来吗？没有，同样啊，离一点点啊，离一点点，离个空间，离一点点的距离再穿上来。然后想说，针到底怎么上来？好，我猜啊，我第一次做可能要做串很久很久才能把一个串完吧。我看1个小时做不完。这样子赚不到工钱的，买不到东西的，电费都不够。不要怕他，尽量给他抽。真的工很细耶，这样子万一做坏了，就要再重新把它拉回来，再把拆一颗一颗把它拆掉，还要拆掉一条线一条线。有的不会拆哈，连布都剪破掉。破了怎么办？你有没有破过？没有，没有破过。你从来都没有做失败过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这真是精巧费时的功夫。早年的官夫人，大陆来的大户人家，谁有时间本事做这种事？他们在台湾到处寻找好手艺的匠人，大成人满足他们挑剔的眼光。在客厅及工厂的年代，大成人在绣花布上耕耘出一片天地。几十年下来，嫁进大成人家里的台湾媳妇儿也学会了这门手艺，还可以很骄傲地说自己从不失手。对这些台湾媳妇儿来说，大成是个陌生而遥远的岛屿。借由这一双双的绣花鞋，他们和大成似乎有了联系，也挣得家庭中的地位。对大成人来说，这里和他们的故乡一样，也是个岛。他们在岛上以故乡的文化相濡以沫。大妈，我还在干吧？大妈，你好。我讲的标不标准？标准，标准。年轻当然标准。标准啊，刚刚才学的。大妈你好，你好。我讲的标不标准？标准吗？我刚刚才学的，现学现卖现丑的。大妈，我可不可以参观一下你们家，好不好？参观好。可以参观吗？好 ，OK。来。参观参观，好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好，我们不会讲话。要不要不要拖鞋？不要不要不要不用拖鞋。哇，你们以前住的房子就是住在这边吗？一开始来台湾的时候。对。你几岁来台湾的？哦，20多岁了，20多岁来台湾，所以很年轻就来台湾了，对不对？对。
你们应该算是第一代来台湾，对对对，撤退的时候，对，撤退老总统带我来，老总统哦，老蒋总统，对对，老蒋总统，哦，那你来台湾的时候，你们第一次踏上台湾的感觉是什么？好怕怕，怕怕。哭得要命哈，啊，东西啊，家里东西都丢了，到这里哈，啊，没有什么，就是一个包袱嘞，啊。你有带什么？你那时候带了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带衣服没有，一点点不能带。不能带？为什么不能带？不能带呀，出了我那个，啊，飞机啊什么呀，啊，哈，很赶着就来台湾，很紧急，很紧急啊，急得不得了。明天早上6点钟多，就是发布说，哎，要来台湾了。都要给我出去，出去，不能讲嘛，好秘密。秘密不能讲，你们的时候不能讲，不能开口讲。那你来台湾这样子习惯吗？一开始不习惯，不太习惯。那你那时候你讲的话是讲大城还是讲大城话？大城话，对不对？大城。跟这边的人怎么沟通？慢慢沟通，慢慢沟通。我们昨天哈，本地人都劝我们不去，劝我们不去。50几年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应该习惯了吗？习惯了。那你之前有没有再回去到大城岛那边去玩玩？要一年去，我们不敢去的。我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敢去？我怕晕车。晕车？怕晕车不敢去。那你们那时候你们的房子就是这样子吗？以前没有那么大哦，以前只到哪里？一点点哦。这里而已，啊，这样子要住几个人？四个人这样子住，那怎么睡嘞？就房子是这里啊，房子是这里啊，东西搬这里，住一点点住，就这样四个人这样睡。那洗澡怎么办？没有浴室？没有浴室，没有浴室。后面我看到厕所，那是后来在加盖的吗？我发现大妈你的脚好小哦，好小，借我看看好不好？啊，好小哦，你看比我的脚，你看你的脚好小。你以前有裹小脚吗？哎，对，有裹。我们绑绑。你有没有留以前的那个鞋子？没有了，没有。绣花鞋有没有？绣花鞋。可以借我看吗？啊，好好好。你现在就剩这两双了吗？对。哇，好漂亮哦，这是你自己绣的吗？对。啊，真的。这个是绣，你用这个买的。这个买的，这双是买的。我们就绣这个花，这是缝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是这样一针一针这样绣的吗？对对对对对。你这样还穿得下吗？穿得下。塞得进去吗？我看看。塞不进去。我塞不进去。你想？我讲啊，你的脚好小，你看，你绣一双鞋子要多久？忘记了现在。哎呀，这样看不见了。我们好多年哦，你看。这是刚来的时候吗？台湾拍，刚来台湾拍的时候拍的，全家。全家。你是这个吗？这个。对。好多人哦，算是大家族。大家族。对。啊，那其他是你的小孩。小孩。孙子。孙子。都是小孩子，都是小孩子，孙子还没生呢。民国44年，大陈岛上18000多位居民仓皇离家。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岛屿，老太太大概就留着脚上穿的绣花鞋，在异乡展开全新生活。50年过去了，他们适应新的环境，大陈岛的一切渐渐淡远，就连自己裹过小脚几乎都忘了。他们以相同的口音和饮食习惯，在这里建立了可以安顿身心的新故乡。永和市的永城、忠义、新生、大同等四里，当地人称为新生地，那是早年新店溪冲积而成的沙洲。民国51年，政府修筑堤防，改善水患问题，大陈一包、北上谋生落脚的违建户，还有退休老兵等居民陆续移入，形成如今的聚落样貌。
你们大城话的奶奶是怎么讲啊？阿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有什么不一样？有的人不一样，有的人这样叫，有的人这样叫，好像这个地方的人怎么叫哈？好像我们台北的台北市的人怎么样叫哈？那个中和的怎么样叫？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有点口音不一样。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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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标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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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娘。那你们吃饱了没？我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通饱，通饱了，怎么讲？通饱，通饱，吃饱，吃饱，通饱，吃饱，笑脸笑脸，吃饱。OK， 刚刚我看到你们在约在。念算是念经吗？对，就念，不可以讲话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所以我刚刚不敢进来。我们一堆哈，一堆念完了就可以讲话，一堆没有念完就不能讲。念完这样一堆，这个一堆呢，这个一堆呢。不是，我们要念八次，一堆八次。八次。这个念完就可以了。哦，把念完一次就把它插过来，念完一次就插过来。对对对。反正是念完八次就可以了。可是为什么要念那么多次？因为我们台湾的习俗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人嘛，就是八个一个人一边嘛，八个人就是八边嘛，只能八个人，八个人多也不行，少也不行，那一次八次。可是台湾平常通常都是直接拿去就烧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我跟你讲过吗？拿去烧是地地吗？这个地方一个地方的人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多念一点有加持，然后他的钱就会比较多一点。我们在台湾可能他就是台币，你不念就是台币了。念完八次就是变美金，黄金吧，黄金对，金元宝的黄金很值钱的黄金。平常是什么样的情况才要去做这样子的助念？有的往生的这样子，有的是我们过节要烧嘛，烧给祖先啊，给祖先拜拜，或者是可能有这附近的人有人过世了，才要去帮忙助念的，帮忙念。我看到还有哪一个盆子？盆子就这样子带过来，就放在盆子。啊，念完一圈，一圈就放进来，放到上面。对。那这里面总共有多少个元宝呢？一千个。看一下啊。它折的真的很像元宝。它这个还不像，是吧？它不是那个像的，有更像的。哎，那边倒是像。所以那个元宝也是一样，就是一圈这样子念完。这个是南无阿弥陀，这个就是南无阿弥陀。怎么念？大乘话，南无阿弥陀佛。那大乘话怎么讲？南无，就是的，就是念的比较快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比较快一点。对了，对了。那像你们平常怎么聚集？有人往生了，大家有朋友在邻居啊，打打来讲一讲，说明天要来念经啊，大家过来帮忙啊，就这个样子。就是有空的人就会一起来帮忙念。要八个人帮来念。那这样念完八次，总共要多长的时间？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开始念的，到尾巴是结晶的，结起来一起上小。尾巴跟头那个又不一样，只有中间是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头跟尾又不一样。尾巴上念什么？这些妈妈们从小就濡染这种大乘的独特习俗，真要问他们经文在念些什么，他们也不太能说出个所以然来。可以想象，当年他们生长在渔村，面对恩威难测的海，不稳定的生活，总得从信仰中找到稳定的力量。从比较人情味的角度来看，知道自己往生之后会有一群老友乡人用这种方式助念送行，心里也会比较安定吧。50多年前，大乘人仓皇离家，多数人连祖宗牌位都没来得及拿，抛家离乡，在异地一待50多年。这样的仪式说起来也是往生者提供了一个机会，让在世的大乘人情感更加凝聚，更有族群的归属感。
位于永和保生路与环河西路口的观音寺是大乘人的信仰中心，大乘岛居民依海为生，信仰妈祖及观音，来到台湾也在居住地的附近建观音寺。从石板搭的小庙如今已经楼高三层，大乘人通常在农历二月十九、六月十九和九月十九到庙里膜拜，这三天分别是观音菩萨出生、出家以及得道的日子。35年。那你们是一开始撤退来台湾的时候就已经在这边了吗？没有，是修廊路那边，那叶旭那时候就已经迁到这边了。可是因为我看这房子啊，每一间的大小都不太一样，你们当时是怎么样去分配？你要住哪一间？你住哪一间？抽签。抽签的。ABC 三种。ABC。A 个娃呢是四个人份的。A 是四个人的四人房，四人房6平，六平，加一个厨房等于差不多7平，还有加厨房，差不多7平。B 呢是9平，九平加个厨房差不多就9平半了。那这个 C 呢是4平，四平加个厨房，最小的，加厨房，就是看人数对不对？所以其实这样子除一除，大概是一个人才分配到一平，这样小小一平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可以，他这样子讲了，可以这样子算了。很小哎，你们都怎么睡？也不知道怎么，也是这样子，上铺要在这边，吃饭要在这边，这个客厅要在这边。那你们那时候房子有像现在这么高吗？没有，一层楼。一层，所以很小哎，就是所有的生活空间都在这边，吃饭啦、睡觉啦、上厕所。那个时候没有东西啊。没有东西。我们来的时候，一个人是带20公斤啊，哪有东西？没有东西。哎，你带了什么东西来台湾？我什么都没有带，米币也不用带，米币这里有了，也不用带。他一个人只能给你带20公斤了。20公斤。五和新村，因为北北说有改建过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房子本身基数太小，你加高，年纪大到了这个一楼跑到这个4、5楼也是很累的，像我家一样，然后跑到5楼去。年纪轻的人就睡上面一点，对不对？年轻人体力比较好，就睡高楼层一点。那大概是什么时候才改建这些房子的？开始改建的时候呢，大概是。是58年吧，58年，我们大家都因为坐不下吧，对，再加一层，那么我看到你加一层嘛，我要加一层，大家都加，大家都加，哦，所以它不是一次就盖了好几层楼，它是慢慢加，没有，那时候那个经济环境还没有那么好，加一层楼，加2层楼，有几家比较环境好一点吧，加个3楼、4楼也有。那现在这个五和新村里面还有没有以前的那种没有改建过的房子？有，不多。不多，这里还有2家。那这里就是以前最早完全没有改建过的房子，对不对？这个像原始的就是九平最大的，觉得很像那种很复古的那种房子的感觉。那这个房子是政府补助给你们的吗？没有给的，美元。他们这个美元就是这个钱拿到政府的，由政府里面来这里主导来给这个房子。是。给好之后，用来这个按人数来分配。按人数，反正看几个，你们家有几个人就分配到几平。对。哎，这个房子很小哎，可以看到东西堆得满满的。那现在这里面还有人住吗？现在有，大概有一两个住的。还是有人住啊？还是有人看一看吧，他后面看吧，他后面还是2层楼的，两层楼的，他后来有再盖起来，可以看吗？可以看，好，灯打开了，没关系啊，打扰了。这屋子是有些狭小，有些破败，不过老人家只是把这里当作堆置杂物的地方，他住在后头新盖的钢筋水泥建筑里。他有心保留刚来台湾时住过的房子，
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一窥早年大臣人来台时的生活原貌。50多年前，18000多人被迫集体迁移，这些人行囊简陋，两手空空，却带来家乡的手艺，不但在饮食跟工艺方面丰富台湾的文化样貌，还保留了一个时代的切面，让我们看见一群异乡人饱经离乱动荡，终于渐渐安顿。